乌龙山呐、啊。哦，孙悟空过玉米。水库。除了这个地方，还是四号。啊，你去哪里了？我去水库。那边吧，还是四号。嗯，是。我们这个第三回来了，前几年来没这么热，因为我没进来，第二回没进来。哦，老大，本地的哦，碰瓷是准备的是。远观天空之境，近赏云海佛光。马上，等他们上。马上，两分钟就好了。他们，这个酒还没喝好哦。还有，今天还要再干，等什么？看佛光的地方吧。啊，这是视频啊，待会我再拍个照片。